译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著名的演员、音乐家徐浩翔来到我们的节目。Hello， 浩翔你好。哎，珍妮姐好，大家好。哎，浩翔，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外号吗？叫做匈奴。对。为什么给自己取一个匈奴这样子很不一样的外号？OK， 因为我有一个专长是蒙古音乐嘛。对。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南蛮。南蛮。OK。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来对仗一下南蛮这个名字？哎，你南方，我就北方嘛。哦。然后我那时候从小我在读历史地理的时候，我对于塞外这两个字非常有感。是。然后对于那种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情景啊，或者是经营整个西域的思路，我都充满了想象，所以我就觉得匈奴这两个字有点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叫自己匈奴大叔好了。匈奴可以不可以叫大叔啦？你还不够格好吗？我跟你讲，因为我大学就长这样，我的同学我进教室大家都以为我是助教，都来问我问题。哎，那就是说你从来没有老过。因为你从大学到现在都一样。对，比较负面的想法就是我也没有年轻过。不过、我看到你，然后你叫匈奴，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叫做骆以军。骆以军老师，他就是写小说很有名，就写了一个西夏旅馆。那时候我记得他就讲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啊，从很早以前就觉得自己是西夏人。那西夏是明明是一个已经被元朝就被蒙古帝国整个给灭亡了的民族，可是他觉得他心中有一份乡愁，好像就对西夏有一种乡愁，所以他一天到晚去追寻那个西夏，所以最后就写出了西夏旅馆，一战成名，对不对？那你也是有一点这种长相比较不一样，比较像游牧民族或是匈奴，好不好？我这样讲但是而且你走的也是一条很奇怪的路，对，因为蒙古音乐。 对，那你又不是蒙古人。不是。对对，我有混到血了，就是 我家有荷兰人的血统。对，所以我的外祖父他长得非常像印第安酋长，就是那种方脸，然后白的直长发。对，就很像一个外国人。对，蛮帅的。对对 对， 对，荷兰，可是又像印第安人，就是荷兰跟台湾混血嘛，所以就印第安人也是黄种人。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他是红人 嘛，对不对？结果他们在基因学里面，他们的基因序列是跟黄种人非常接近的。对，所以我有这个血统。然后我去蒙古流浪的那个时候，蒙古人就跟我说，你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很排华，就是他们因为独立出来嘛，所以就会有一种情节，所以他们在街上呢，如果他知道你是华人，他们当街揍你、打抢你，或者是对你做任何的坏。那你这张脸就是一个保护膜，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就跟我说就是你长得像蒙古人，对，你做事也像蒙古人，然后你背着一把马头琴更像蒙古人，你出去外面就别讲话，你只要不讲话，大家就把你当蒙古人。那既然讲到蒙古，就顺便问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跑到蒙古去学蒙古音乐，而且你在那边住了好几个月，对吧？对，就是因缘呢。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其实我以前对西藏比较有兴趣，因为藏传佛教嘛，就觉得它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然后，但是我一直没有缘分进到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然后，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北艺大，吴荣顺老师他办了一个国际复音音乐节，然后那时候我是被强迫去参加的，所以我就躲在那个椅子的最后一排，躲在那边睡觉。然后突然间我就被这个呼麦的声音惊醒。那时候是一个法国的越南裔的法国教授，叫陈光海老师。那他呢就在台上示范了三种不同的呼麦的唱法。他其实没有唱歌他只是示范这个声音怎么唱。可是那个声音就很像是震波一样，砰就打到我的心里，打到你的前身了。对，而且我明明就没有去过蒙古，然后我的眼前就冒出一大堆我没有看过的画面，像不断向上盘旋的大鹰，然后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情景，然后甚至黄沙漫天就在我眼前展开。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整个人在流泪了。我其实是被自己吓到。所以后来我就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在找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还在听 CD、嗯、所以 我就在诚品音乐找了非常多这样子的 CD 来听、嗯、然后上 YouTube 去找这样子的音乐来学、嗯、然后我也觉得这可能真的是没有洗干净的记忆，就是我光是这样听、嗯、光是这样学，你喝孟婆汤只喝一半对，或者是我喝到过期的总之呢就是我可以自己练得出来、uh-huh.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只会这个声音，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所以那时候正好客委会有一个逐梦计划、嗯、然后他就是给就是你想要到国外去学一个专门的技术或一个学问回来、嗯哦、他资助你大概上限我记得好像是30万、嗯、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很幸运，就是我流浪者计划没有拿到、嗯、但是我拿到了这个云门的流浪者计划没拿到哭 对，然后但是我拿到了拿到了逐梦计划、啊、更多钱三倍、啊、对就我觉得是运气、uh-huh.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哎、欸、很浪漫耶、欸、我从台北、嗯、我其实不是坐飞机去蒙古、啊、那你怎么去，因为我是铁道迷、oh. 所以我飞到北京、oh, okay. 去买了那个西伯利亚铁路、uh-huh. 它的起点在北京，终点在莫斯科、oh. 它是7天7夜的铁路、oh. 但是到蒙古是33个小时，因为你知道我们住台湾，台湾就小小的嘛，所以你可能从 A 点到 B 点大概就是一天都可以解决、啊、你看我两个小时的火车，对、嗯、接下来要去高雄演镊子，我开3.5个小时就到高雄了，对对，那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可以坐33个小时的火车觉得好浪漫哦对，我就飞到北京买了这个卧铺的火车票、嗯、然后一路这样摇摇晃晃穿过长城、嗯、然后来到了草原，哇，这个真是很奇特的经历，真的是去逐梦，就是一个明明活在现代的人，而且是读台大森林系毕业以后又去读了北艺大，这样一直在算比较文明的这个世界里头、嗯、那竟然忽然之间跑去一个非常蛮荒的地方，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挖掘你的故事，好吗？好。